你记性好好。哎，确定吗？就可以进去啊。哦，这是门开的。哎，没有啊。哎，不是这里，我好像记错了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记性很好。谁把你锁进来了？我冤枉，冤枉！你怎么了，超哥？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墙上写的字，杀人凶犯赵天霸。天霸是什么？天霸动霸拓。贺哥，明白了。小迪，快救我！快把门打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骗人！所以我已经给了你一个秘密，你有什么秘密给我？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铜镜，它上面写说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事成之后愿与你一起畅饮。就这个吗？啊，这就是铜镜的线索。那我俩再去看一下。我不能再去看了。不同的人是不同答案吧？但我是同样的呀，但我是同样的呀。要我跟你一起去，就我同样。